美丽的心。在一个演讲会上，一位听众问我：林先生，我发现来听你演讲的人不论男女都长得很美丽，我想请问你，是美丽的人特别喜欢读你的书呢，还是读了你的书会变得更美丽？由于他的问题如此突兀，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我说，你看到这些人这么美丽，那是因为你有美丽的心来看他们，就像现在我们看着你，觉得你也十分美丽呀。演讲完后，我沿着夜暗的公园走回家，发现在月色中的公园也非常的美丽，花树温婉，池水浮金，空气中留着花香。是啊，这世界如是美丽，有的人特别容易看见，是源于他们有美丽的心。令人遗憾的是，通常我们只看见公园的美丽，花与树的美丽，月亮与星星的美丽，很少人去看见别人的美丽，去看见那在街头、在餐厅、在很多很多地方的许多美丽的心。我的写作不只是在告诉人关于这人间的美丽，而是在唤起一些沉睡着的美丽的心。